果参选啊，2016总统的这个大选，那我日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啊，当然这段时间以来，有很多民众写信到市长室或打电话来，甚至我出去外面也有碰到很多民众在劝进。不过我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再讲清楚啊。那我没有这个打算。那如果大家要拱你啊？如果大家拱你出来，当然非常感谢大家的盛情啊，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。那我昨天我也提到，我会择期啊去拜访姑老啊，去跟他请益啊，我想大概目前是这个样子。